顶礼本师释迦牟尼佛，顶礼上空下道法师，大方阿弥陀佛，大方广佛华严经十回向品第二十五之一。尔时金刚床菩萨成佛神力，入菩萨智光三昧，入世三昧已，十方各过十万佛刹微尘数世界外，有十万佛刹微尘数诸佛皆同一号，号金刚床而现其前，贤称赞言：善哉善哉善男子，乃能入此菩萨智光三昧。善男子，此是十方各十万佛刹微尘数诸佛神力共加于汝，亦是毗卢遮那遮那如来往昔愿力微神之力，即有汝智慧清净故，诸菩萨善根增盛故，令汝入世三昧而演说法，为令诸菩萨得清净无畏故，具无碍辩才故，入无碍智地故，住一切智大心故，成就无尽善根故，满足无碍白发故，入世普门法界故，现一切佛神力故，前纪念智不断故，得一切佛护持住根故，以无量门广说众法故，闻悉解了受持不忘故，摄诸菩萨一切善根故，承办出世住道故，不断一切智智故，开发大愿故，解释十义故，了知法界故，令诸菩萨皆悉欢喜作修一切佛平等善根故，护持一切如来种性故，所谓演说诸菩萨十回向。佛子，汝当成佛威神之力而演此法，得佛护怒，安住佛家故，增益出世功德故，得陀罗尼光明故，入无障碍佛法故，大光普照法界故，即无过失净法故，住广大智境界故，得无障碍法光故。尔时诸佛给予金刚床菩萨无量智慧，于无留碍辩，与分别具意善方便，于无碍法光明，与如来平等身，于无量差别净音声，于菩萨不思议善观察三昧，与不可举坏一切善根回向智，与观察一切法成就善阿弥陀佛成就巧方便，于一切处说一切法无断变，何以故？入此三昧善力根故。阿弥陀佛，其法师慈悲开示。好，阿弥陀佛，我们共同地把这一段来学一下。当时这个金刚床菩萨，他借助佛的威神力量，借助佛的威神力量，就进入了菩萨智光三昧。进入了菩萨智光三昧以后呢，入世三昧，就是进入这个三昧禅定以后啊，这个时候呢，十方各个方向都有超过十万佛刹。十万佛刹微尘那么多数世界以外，还有十万佛刹微尘数诸佛，那这些个佛他们都共同的有一个名号，他们叫做金刚床。那这个时候那么十万佛刹微尘数诸佛同时现前了，在我们这个法会上这些个微尘数诸佛同时都现前了，他们共同的称扬赞叹说善哉善哉，说善男子啊，就是对金刚床菩萨说金刚床菩萨，你呀有能力进入这个菩萨的智光三昧。那善男子啊，这个智光三昧啊，它是十方各个方面有十万佛刹微尘数那么多数的佛
由于你进入了这个三昧，就有这么多微尘数诸佛的神力共同的加护于你。那这个呀，也是比卢遮那如来他过去生的愿力，也是他的威神之力，以及由于你的智慧清净的关系，还有这些个菩萨善，为了让这些个菩萨的善根能增长，能更殊胜的关系，也是为了让你呀，能进入这样的三昧。进入三昧以后干什么呢？进入这三昧以后啊，去演说佛法，也是为了让这些个菩萨呀、都能得到清净的无畏。所以说呢，共同的加护于你啊，为了这些事，也是想让你和这些菩萨啊，都具足无碍的，无障碍的辩才，这讲法能量，也是想让你能进入无障碍智慧地，所以说加护于你啊，是为了让你能住在一切智这个大心故，是为了这个目的才这样做的，也是为了成就无尽的善根啊。那么我们要知道，善根呢，不是一个善根，也不是两个善根，善根是无穷尽的。那么呢，这些微尘数诸佛，是为了让金刚闯菩萨啊成就这无尽的善根呢啊，所以说呢，共同的加护于他，让他进入这个智光三昧，也是为了满足无障碍的白法，就是善法，满足无障碍的善法的关系，才加持的，是为了让金刚闯菩萨能进入与普门法界的关系啊，才加持他们呢，是为了现一切佛神力故，为了能展现佛的这些神力的关系，也是为了前际念智不断故。也就是说，我们念念当中，我们这个智慧啊，念念当中都不间断，念念当中都不间断，就时时都在这里，时时都在这里。前际，也就是说，我们在妄想之初，看到一切事物，看到一切人，听到一切声音之初，这个智慧就在，从不间断的在，这前际念智不断故，得一切佛护持诸根故，是为了想得一切诸佛来护持我们的这六根呢。所以说呢，才共同的加护于他，让他进入这种智光三昧，也是为了让金刚闯菩萨，让他能以无量门广说众法的关系，才加护他，这种三昧的力量，也是想让金刚闯菩萨能听闻以后通通都能解了，就听闻佛法以后啊，通通的都能明白，而且呢，不光是明白，还能去受持，就是做到，而且不光是明白做到，而且呢，从此不再忘记的关系。所以说，这微尘数诸佛共同的加持，也是为了摄诸菩萨，就是摄护这一切菩萨的一切善根，那这个话很重要啊。也说我们弥陀经早就讲过了，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如果说你的善根呢，诸佛会摄持你这一善根的。如果说你的没有众多的善根，那
这样说吧，你有多少善根，诸佛就会摄取你多少，你自己建立多少，佛就会摄多少。如果说你只建立一个人一种根，佛呢就摄取你一点嘛。如果说你已经建立了无量善根，那佛呢就摄取你的无量嘛。记住，佛呢也是为了摄取这些菩萨一切善根的关系啊，才加持这些个在场的一切菩萨，也是为了承办出世助道故，为了究竟的承办这一切出世间的助道法，出世间的助道法，也是为了不断，不断就不断开，不断一切种智故，让这个一切种智啊，延点延续下去，保持它不间断，也是为了引发，也是为了开发，也是为了引发这些菩萨的大愿。如果他任何一个做法和说法，他都会有非常恰到好处的目的。他就像佛放光啊、仙瑞啊，以及震动大地啊，他这一切做法、一切神通变化，都是为了达到一些个目的。那么呢，在这块讲得很清楚了，是为了开发这些菩萨的大愿，以往没发过的愿，现在呢会就发好，也是为了真实的来解释，解释这些真实义谛，也是为了解释啊。这真实义谛的关系啊，所以说在加持的大众，也是为了让大家都能明明了了知道法界的关系，所以说佛首先加持，要不然凭我们这点能力啊，接受不了佛法的，所以说佛要加持与众生，也是为了让这些菩萨啊，让这些所有的菩萨齐结结习欢喜，也是通通的都欢喜的关系呢，所以说加持大家，因为大家总要有这个欢喜心，才可以契合佛法的。如果说大家没有这个欢喜心，就契合不了佛法了。那么修一切佛平等善根故，修一切佛的平等善根故。那佛微尘数诸佛加持大家呢，在场的法会大众，就是为了让他们能修行一切这个佛平等的善根，与佛相同的平等的这个善根的关系，所以说首先要加持大家，也是为了护持一切如来的种性关系啊，为了护持一切如来的种性，所以说在加持的大众。那具体再说明这一点是什么呢，也就是所谓的演说诸菩萨的十回向，演说诸菩萨的十回向。那前面这些个就是为了引发这一句前面这些个所有的话。那么大家仔细回顾一下，当时金刚闯菩萨借助佛的威神力量就进入了，记住啊，是借助佛的神力呢进入了菩萨的智光三昧，进入了这个智光三昧以后啊，十方各个方面都有十万亿佛刹以外的还有十万亿佛刹的微尘数诸佛，他们都现前，就说了这些话，说了这些话。那么说这些话的主要目的呢就是引发这一句，就是想让他来演说诸菩萨的十回向。那么我们也就知道了，这个是比卢遮那如来，也就是我们释迦牟尼佛还有微尘数诸佛共同的目的，是想透过金刚闯菩萨呢来发这一教法。
那基督这些目的是为了演说诸菩萨的十回向。好，那这些个微尘数诸佛继续说，说佛子啊，就是金刚闯啊，说你应该借助佛的这个微神之力而演说此法，因为你已经得到了佛的护念呢，因为你已经安住在佛家了，因为你本身也应该去增益这个出世的功德呀，也因为你早已经得成就了陀罗尼光明啊，所以说你有资格说的，因为你已经进入了无障碍的佛法，所以说也是该你说的，也是为了让这个佛法的大光明啊，让这个佛法的大光明呢普遍的去照耀法界，让这个佛法照耀法界，所以说呢那你应该去说法的，你应该演说这个菩萨的十回向法，也是为了即无过失净法故，就是说菩萨怎么样做才能保证没有过失，都是清净的法，怎么样做才能保证又是无过失又都是清净的法呢？就叫即所有的无过失清净法，这是目的啊。尤其对初发心菩萨，初发心菩萨总要有过失的，不可能没有过失的，那怎么样做才能无过失的都是清净法呢？再一个呢，就是你已经安住在广大智慧境界里了，所以说你有能力去宣说，你已经得到了无障碍的法光明故，也就是说你不但成就了这些法，而且呢这些法的境界你也都拥有了，也是该你来代佛弘宣的，也是为了让这个金刚闯菩萨代佛来弘宣这个法义的。那这个时候啊，这个时候无量诸佛就马上就给金刚闯菩萨给予，这个予呢就是给予，当时的这些诸佛微尘数诸佛啊，就给予金刚闯菩萨的无量智慧，也给予了他无留碍的辩才，也给予他分别句义的，就是句子每一个句子的义理啊，如何去分别这个善巧方便，最善于最巧妙的这个方便方法如何去分别，这种智慧给他了，也给予他了这种无障碍的法光明，也给予他了无如来的平等身，也给予了无量的差别净音声。那什么是如来的平等身呢？什么是如来的平等身呢？那最平等的就是自性啊，再一个呢，诸佛如来的功德也是平等的，诸佛如来的功德也是平等的，但是诸佛如来的愿力各自不同的，比如说诸佛如来的法身呢、功德呀、都给予了这个金刚闯菩萨，比如说不管他以前成就还是没有成就，那么现在这些诸佛同时给予他了，实际这种给予啊，也可以叫做一种认证，要是这样讲一些呢会讲好久，这样说吧，就是大家都知道盖章子，那么你盖一万个章子，这个都会是同样，也就是说诸佛也同步的去印证了，认证了以后该多余的地方都要拿掉，少了的都要填补起来，
实际这种雨呢，给予，不单单是金刚闯菩萨根本就没有修到这个，是完全佛给的，不是单单是这样的。比如说他绝对有修了，但是呢，此时此刻佛给予的是一种认证了。那多了的要除掉，少了的要填不起来。那少的那块或许佛真正的给他填满了。好，再接下来就是与无量差别净音声，给予他这种无量差别的清净音声，说话的能力啊，说什么话一切众生都能听得懂啊。再一个呢，就是给予了这个菩萨不可思议的善观察善昧。比如说你要善于观察众生的根基啊，以及教理教义啊，你都要善于观察。这个善观察善昧也给予他了，同时呢也给予他了不可举坏的一切善根回向智，也给予他了观察一切法成就的，就一切法一切事一切个，你比如说电脑数学物理化学这一切方法的具体成就的善巧方便，就非常巧妙的方法，就是观察一切法的成就，如何成就一切法的成就的这种善巧善于巧妙的方法也都告诉他了。同时也给予了一切处一切处说一切法一切处说一切法能让他无断变。那么呢也有好多人成就了辩才，但是这个辩才是有断性的。那么此时此刻诸佛微尘数诸佛共同的加持的金刚闯菩萨那么让他成就了在一切处说一切法都保证无间断流畅的在演说。说何以故说为什么会这样呢？为什么会这样呢？这佛为什么单单的给金刚闯菩萨一个人呢？那记住了，下面这话就是关键，就因为金刚闯菩萨进入了这个三昧，这个三昧本身它具有的这种善根力就是这样，就是你进入了这个三昧，这个善根的三昧的善根力，就是智观三昧的这善根力就是这样的。那非常殊胜的也愿大家一切众生都能早日证得这个智光闪昧，成就这种禅定，那个时候一切诸佛都会共同的加护于大家的，都会共同的加护于大家的。好了，阿弥陀佛，我们还是继续的学习，继续的读诵了。阿弥陀佛。尔时诸佛各以右手摸金刚床菩萨顶，金刚床菩萨得摸顶已，即从定起告诸菩萨言：佛子，菩萨摩诃萨有不可思议大愿，充满法界，普能救护一切众生，所谓修学去来现在一切佛回向。佛子，菩萨摩诃萨回向有几种？佛子，菩萨摩诃萨回向有十种。三世诸佛咸共演说，何等为十？一者救护一切众生离众生相回向；二者不坏回向；三者等一切诸佛回向；四者至一切处回向；五者无尽功德藏回向；六者入一切平等善根回向；七者等随顺一切众生回向；八者真如相回向；九者无复无着解脱回向；十者入法界无量回向；
佛子是为菩萨摩诃萨十种回向，过去未来现在诸佛已说当说今说。佛子云何为菩萨摩诃萨救护一切众生离众生相回向？好的，好妈妈。阿弥陀佛，请法师慈悲开示。嗯，好，非常好。那么呢，这我们在这块断开，因为这块啊都进入了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这是三世诸佛所共同要讲的法，而且呢又不是多大菩萨要完成的事，正是出发心以后的菩萨所应该完成的事，所以说呀非常非常的重要，非常非常重要。那大家仔细的来了解一下，当时啊就这微尘数诸佛他们都伸开了这个右手，伸开右手来磨金刚闯菩萨的顶，来磨金刚闯菩萨的顶。这个时候金刚闯菩萨得佛磨顶以后啊，那么就从智光三昧这种禅定中呢就起来了。从智光三昧这种禅定中起来以后呢，就告诉这些在场的菩萨说诸佛子啊，这个菩萨摩诃萨有不可思议大愿，菩萨有大愿了，不可思议的大愿来充满法界了。这些大愿可以普遍的能去救护一切众生。也就是说修学过去未来现在一切佛的回向，修学过去未来现在一切佛的回向。你说这一切佛是怎么回向的？哎，我们就开始去学，就开始去修，学着佛的样去走。这个时候金刚闯菩萨继续说佛子啊，菩萨摩诃萨他的回向有几种呢？他自己问，最后自己又回答说佛子啊，这个菩萨摩诃萨回向啊，他有十种回向。这十种回向呢是三世诸佛所共同演说的，不是某一个佛，是过去佛、现在佛、未来佛、一切诸佛啊所共同演说的。好，那这既然是一切诸佛共同演说的，那是何等为十，哪十种呢？首先第一个就是救护一切众生，我们要救护一切众生。那么呢，在你救护一切众生的时候，要离众生相。比如说离众生相去救护一切众生，你要回向，你要把你的功德回向到这里。那第二个呢，就是不坏回向，不坏回向。后面都会一一的详加解释，在此呢我们就不解释了。第三个就是等一切诸佛回向，比如说我们回向要跟一切诸佛相等啊，我们回向到这里就与一切诸相等。第四呢，就是至一切处回向，我们要到达一切处，我们要把回向就回向到一切处上。第五呢，就是无尽功德障回向，比如说我们回向到无尽功德障上。第六就是入一切平等善根啊，我们做这样的回向，回向自己有能力进入一切平等的善根。那么第七呢，就是等随顺一切众生，就平等的去随顺一切众生。因为现在我们做不到嘛，我们就发愿啊，回向啊，发愿是因，
回向呢，也可以说是圆了。发愿是个，以前讲过，就像这个壳，一个种子的壳，那么呢，你这个功德呢，就是填饱这个种子的。这个种子呢，经过填满了以后，就成了饱满的种子。那记住了，那为什么要这样呢？因为我们现在做不到。你比如说，你随顺一切众生，你做不到。那你做不到怎么办呢？做不到不要紧，我们现在动因呢，因为我们过去无因，现在就做不到嘛，就不可能有这个果嘛。那我们既然没有，怎么办？种因呢？每一条都是这样的。第八者就是真如相回向，就回向到真如相上。第九呢，就是无缚无住这种解脱。我们不是回向到那个什么离开缠、离开住、离开智着、离开缠缚。那么菩萨回向呢？就回向到它本身就是无缚无住的，因为世界没有任何一样东西来缠着你。你说好多人为钱忙了一辈子，忙死了，那好多人都说被钱所缠住了，那就错误的话。钱没有去缠哪一个人，是人心总缠着这个钱才是真的。那么无助也是一样，那世界上哪一样东西他也没希望你助他什么，是你要去助的。那么我们现在想无缚无住也是做不到的，那怎么办呢？就需要回向了。那一切诸佛最初也是做不到的，也是做不到，一切诸菩萨也是做不到的，但是呢他们会种因呢，他们会种因呢，所以说呢他们就时时种因。这个回向非常重要，就是无缚无住这种解脱回向。第十就是入法界无量回向，进入法界无量，这个法界是无量。那么我们怎么样进入这个无量？我们怎么才能究竟清净？我们那个心是从才虚空周遍法界的，我们进入这种状态啊，我们要有这个因呢，这也要因缘的。好了，以上所讲的就是这十种回向。接下来呢，这个金刚菩萨得到微尘数诸佛的摩顶加持以后呢，继续说佛子啊，这个就是菩萨摩诃萨的十种回向。这十种回向啊，是过去佛已经说过的了，是未来佛他必定当说的，是现在住世的这诸佛，一切诸佛今正在说。再往下呢，就是具体讲每一个回向，具体的讲每一个回向，那么都会有很多我们一点一点来学习。那希望呢大家呀能最低限度，你学过一次华严经，发一次愿总是可以发的。如果是会修行的人，你可以听发的。当然了，你因为这个回向没用，你可以不发的。但是我建议大家，不要认为它没用。这一切诸佛从此来的，一切菩萨正在做的。你要说没用，就等于说一切诸佛、一切诸大菩萨没用了。所以说呢，我们只能忏悔、惭愧自己心量不足，不能说这个法没用。好了，我们继续的往下学习。阿弥陀佛。佛子，云何为菩萨摩诃萨救护一切众生离众生相回向？佛子，此菩萨摩诃萨行檀波罗蜜，净施波罗蜜，修禅提波罗蜜，起精进波罗蜜，入禅波罗蜜，
度般若波罗蜜，大慈大悲大喜大舍，修如是等无量善根。修善根时作是念言，愿此善根普能饶益一切众生，即使清净至于究竟，永离地狱、恶鬼、畜生、阎罗王等无量苦恼。菩萨摩诃萨种善根时，以己善根如是回向：我当为一切众生作舍，令免一切诸苦事故，为一切众生作护，悉令解脱诸烦恼故，为一切众生作归，竭令得离诸怖畏故，为一切众生作去，令得至于一切智故，为一切众生作安，令得就近安稳处故，为一切众生作明，令得智光灭痴暗故，为一切众生作聚，破彼一切无明暗故，为一切众生作灯，令住就近清净处故，为一切众生作导师，引其令入真实法故，为一切众生作大导师，与其无碍大智慧故。佛子，菩萨摩诃萨以诸善根如是回向，平等饶益一切众生，究竟决令得一切智。阿弥陀佛，请法师慈悲开示。好，阿弥陀佛。大家知道这是三世诸佛所共同认证的法，也是一切菩萨必须要经过的路。而且呢，具体做法说的这样详细，如果可以的话，大家真要发发心了。好了，我们看这个菩萨是怎么样说的，金刚闯菩萨是怎么样说的。金刚闯菩萨说佛子啊，这个菩萨呀、菩萨摩诃萨他在修行禅波罗蜜，那就布施啊，到彼岸施舍到彼岸，以及呢清净施波罗蜜，就是戒律啊，戒律到彼岸了得成就了，以及修禅提波罗蜜，修禅提波罗蜜以及精进波罗蜜、禅波罗蜜，还有般若波罗蜜，还有大慈大悲大喜大舍。那记住，什么是善根呢？我们以前总讲说这个人有善根，那个人没有善根，那什么是善根呢？这个就是善根。记得六度还有四无量心，这些都是善根。那善根有多少种呢？无量种。那好多人说我念佛算不算善根？那也算善根，那只能算一种善根，也就是说这善根你种下什么种才会长出什么根来，种下什么种才能长出什么根来，一定要具体一些。那么你在修这些个善根的时候，你比如说你在施舍的时候、持戒的时候、忍辱的时候、精进的时候、禅定的时候，以及你安住在智慧当中的时候，因为你有这善根的时候，你就可以回向，你甚至都可以时时回向。那么你有这个大慈心、大悲心、也就是说你想愿意给众生快乐叫大慈嘛，你想拔众生苦叫大悲嘛，这个本身它就是一个善根。如果说有这个的同时，你就可以发愿的，这个愿可以总在发的。那千万不要有那种错误邪见，因为马上呢我们就要学到这个发愿回向到，因为我们回向啊，就是把这个功德啊回向到自己愿望点上，就是发愿，就是发愿。那么呢，这个发愿，好多人认为啊，我现在发愿我做不到，我发空愿没有意义啊，那是打妄语。
实际这个是跟佛照相反的话。记住，三世诸佛都在共同的劝导的众生，三世诸佛也是这样过来的，那诸大菩萨也是这样过来的。现在想成菩萨必须这样过啊！如果说我说没有意义，那就没有佛菩萨了。所以说发愿非常重要，我们学过因果啊，百业经啊，啊还有檀音啊，因为我们专门学过的因果，我们知道这个愿啊是一粒非常好的因，但是世俗间甚至呢在佛法当中也有一些人还有保持着这种固有的概念，因为发那些个做不到的愿是无意义的事那么呢是没有学到，我们可以体谅没有学到，但是呢我们现在已经学到了这个发愿这一块，我们自己再不能有这种错误的概念。好了，我们再往下来学习呢，要记得前面这一段，也就是说你这些善根修这些个所有善根的时候，你在修戒律修布施修忍辱修精进修禅定修智慧修大慈大悲大舍，不管你修哪一种善根的时候，因为你修了就有一定功德了，这个时候你就应该这样的发愿，应该这样发愿你说愿此善根，愿此善根，我发愿愿这个善根。你比如说我现在在布施禅波罗蜜多布施，我现在这个布施的善根呢能普遍的去饶益一切众生，让这些众生啊都能得清净，让这些众生啊都能得究竟，让这些众生永远离开地狱恶鬼畜生还有阎罗王等等那些个地方，因为那块有无量的苦恼啊，让他们永远离开苦恼之地。那在你修任何一个善根的时候，你都可以发愿，愿此善根普能饶一切众生，让他们离这无量的苦，简练一点，就让一切众生离无量苦。如果说你一字不漏的全都发，那是最好的了。如果说你好懒呢，也不要紧，那我就教你个懒招，你就可以发愿，愿这个善根普遍饶一切众生，让他们离开，远离这无量苦，让他们都得清净，都得究竟。这样的简练一点。好，我们继续这个金刚闯菩萨说菩萨摩诃萨在他种善根的时候，也就是在他修戒的时候守戒的时候以及布施的时候忍辱的时候精进的时候禅定的时候智慧的时候也就是说他在修这些善根的时候，他会用自己的这个善根做这样的回向，他会用自己的这个善根呢已经成就这些善根做这个回向，说我呀应当成为等等，那房舍里面那是最舒适的了。好，阿弥陀佛。现在有声音吧？那么有人提示没有声音了。哦，好，我们继续。那现在在教的这个非常重要，我们今天就慢一点学，给大家留机会自己整理一下自己如何发愿。那我为什么要做一切众生的舍宅呢？做他的房子呢？做房子是比喻，比如说由于我存在，就尽可能的让他们免除一切苦事，所以说呢把自己比
欲成舍，为一切众生做护。什么叫为一切众生做护呢？就是保护，让这一切众生通通的，让这一切众生解脱啊所有的烦恼。所以说呢，是他们的保护伞，也为一切众生做归，众生无处走啊，众生无处走啊，我们应该是他的归宿。比如说我们自己是一切众生的归宿，为一切众生做归，那为什么呢？因为一切众生归宿归向到你呢，你都可以让他得离诸不为故，可以让他们通通的都远离这个担惊受怕的日子，也要为一切众生做去。那什么叫为一切众生做去呀？去就是去向，去就是趋向。那这个趋向就是说你要做一切众生的趋向，也就是说想引导他们啊，引导他们，引导他们趋向在什么地方。那趋向哪里呢？就让他们得自于一切智故，你让他们能到达一切智这个地方。所以说呢，为一切众生做具，也是为了一切众生做安。什么叫为一切众生做安呢？因为你可以让他们得究竟安忍处，可以让他们得到究竟的最安忍处。所以说为一切众生做安，也可以为一切众生做明，为一切众生做明，可以让他们得智慧光明，让他们得智慧光明呢，可以除灭他们的痴暗。因为一切众生都在这个痴暗状态当中，人在性妄想的性感觉的时候是完整的在痴暗状态当中啊，那么呢总在认为怎么样。如果说要是得到智慧光明以后，那这些个就不存在了。所以说我们要得智慧光明，就可以灭掉痴暗，因为光明和这个黑暗不可能同时存在。如果说黑暗存在，那智慧光明一定是不存在了。智慧光明存在呢，那黑暗一定不会存在了。所以说呢，你要为一切众生做这个光明，有你存在，那么众生的那些个无明黑暗呢，也就都不存在了。当然了，这是指的对那些听话的人来讲，如果说就是不听的，那就灭不出这个黑暗了。因为首先他要展开自己的这个大门，你这个光明才能照进去。如果说他这个大门窗户都严严实实的关着，你这个再好的光明，再强的光明也照不进去了。为一切众生做明，让他们呢都能得到这种智慧光明呢，可以灭除他们的痴暗。那菩萨那个善根还要这样回向，还要这样回向，说我呀应该为一切众生做具火具，因为火具可以破除众生的一切无明暗。因为众生都是处在无明黑暗当中，一点光明都没有的黑暗当中，那你要有个火炬呢，就可以破除他这个无明黑暗了。众生都是在暗室当中，一点光明都没有的暗室当中，如果说你点个火炬进去以后呢，那你这个无暗室，千年的暗室，你再也找不到黑暗了。那菩萨还应该这样的去发愿，说我呀，我应该为一切众生做灯，为一切众生做灯。做灯为什么呢？就是为了让他们能安住在究竟的清净之处。那什么是最究竟、最清净的地方？
我呀还要为一切众生做导师，为一切众生做导师，我们由我们来引领其这些众生，让他们进入真实的佛法义谛和境界当中。我们还要为一切众生啊做大导师，我们要给予这些众生无障碍的大智慧，这就是菩萨那么用自己善根这样的回向。好，再接下来金刚闯菩萨说佛子啊，那菩萨摩诃萨他就是这样的，以这些善根这样的回向就可以平等的饶益一切众生，就可以让这一切众生啊究竟决令，究竟的让他们通通的都能得一切智，让他们究竟的通通的都能得一切智。阿弥陀佛。那么我们今天呢就学到这里吧，好像是学的很少是吧，是真不少了。那么留下点时间呢，我希望大家整理一下，就即使你这一辈子学过一次华严经，就即使你发一次愿也是好的，大家用用心仔细的去体会，仔细的去琢磨应该如何的发愿，实在不会的呢啊，你就造本宣科，就微尘数诸佛共同的意识加持，让金刚闯菩萨来宣说，他代佛宣说，这是一切诸佛的意识啊。如果说你聪明一点整理一下也可以，人说不整理我造本宣科也可以，但是呢在发愿的时候，在发愿的时候一定要自己有这个向往心，一定要自己有个向往心。如果说你有这个向往心，你种下这个因只是时间问题，将来它一定可以结果的，那各位一定可以成为大菩萨的。如果说你们都成大菩萨的时候，那我一定会礼拜的，我一定会让你们见识见识什么叫最如法的供养、恭敬和尊重，好不好？大家同意吗？好，阿弥陀佛。那好，那大家就暂时整理一下，看看谁再辛苦一点，再把我们今天所学的这些呢再都读诵一下。那读诵的时候稍微慢一点，大家都能感受，仔细感受，非常非常不容易的，我们大家学一次上非常不容易的，真要是说想学第二次不知道有没有那个机会的所以说呢我们大家珍惜啊，珍惜这点因缘呢、这点因缘来之不易啊，能在一起共同的去学习华严经啊，能在一起共同的面对这个世界啊，真是非常不容易的，希望大家好好的珍惜好这一切。如果说自己不去珍惜那就无可奈何了。实际啊真好啊，我们就是这样天天重音我们现在好多好多做不到的不要紧呢，我们重音发愿，我们回向，这些个音只是时间关系，一旦开花结果我们这些事都做得自在如意了，那这些事做得自在如意了，我们就可以再往下做了。如果说从我们最初学华严经大家再捋顺一下前后的顺序，就不难发现
要记住它整个过程啊，要记住整个过程，从最初的时候，诸天呢，诸大菩萨的种种赞叹，显发了佛的无量功德。那么呢，经过他们的这种显发这些无量功德，让我们都会升起极大的向往心。让我们升起极大的向往心，不管你从哪一点上升起了这个极大向往心，都会叫触发菩提心，都会叫触发菩提心。那么触发菩提心的功德是无量的，触发菩提心的功德呀是无量的，它可以引导你来成就佛的一切功德和智慧。那么呢，我们光触发心了就可以吗？那既然发心以后，我们应该具体做怎么做呢？那么现在我们四会相里面就已经谈到了具体的做法。在这之前呢，已经说到了，你比如说我们今天学习之前，我们共同的在学习之前呢，我就说了，因为正好提前了几分钟大家就又递麦给我了，那么我就说了那几句话。实际呢，那个也非常重要的，就是他已经渐渐的开始让我们发愿了，那告诉我们什么叫做施舍呀，什么叫修行啊。那么呢，一点一点的，非常次第的，非常非常次第的，到了四会相。到了四会相呢，我们现在就跟一切诸佛共同的学习，因为这是他们已经做过的，一切诸佛已经做过的。那么未来的这些佛，就现在的菩萨现在正在做，那将来的这些菩萨那么他毕竟会去做的。那么我们现在是不是可以开始了呢？如果说你要愿意的话，又不是多难的事，只是你天天发愿，而且这个愿是非常向往，非常向往，非常非常的向往得到它那么呢，有这个愿望，发这个愿，这即使你仅有一次非常非常向往发这个愿也是好的。好，你说我这个心里差一些没有那个太大的向往心那你想不想离苦得乐呢？得究竟乐那你想得究竟乐这就是已经开始了。那你可以这样发愿的，因为你这样发愿以后，来你可以成就好多好多的安乐。好了，那个刚刚我也看到了报恩发愿比较全面也比较全面。好了，柔顺凡人他说喜欢呢师父但是是做不到就好好发愿了，是做不到就好好发愿了。是的，如果说我们都能做到了，我们就无需要去发愿了，无需要去回向了，因为能做到的就是佛了，我们肯定是做不到的，一定是做不到的所以说我们要发愿，所以说我们要发愿。柔顺凡人接着说就错了，说做得到就去发愿，你要做得到就不需要去发愿了。如果说你能做得到，能做得好，就不需要去发愿了。这里面非常关键的点就是说就是我们做不到才要回向，才要发愿的。好，青灯久违了。青灯说师父，弟子愿尽未来际以清净心来修持，永断颠倒妄想，愿尽未来际以修持诸善根，以利益众生离苦得乐。你这个够简练的了，你这个够简练的了，但是太简练了。那记住，要自己做一个
什么样的人才可以护持了众生呢？你想让众生得离苦，那众生都挨饿的时候，你有那么多粮食给他吃吗？所以说菩萨为了救一切众生，首先自己要拥有这一切，这个一定要清楚。但是菩萨拥有这一切很容易的事，因为你为一切众生的同时，你这个福德智慧就已经开始拥有，已经开始拥有了，非常殊胜的。阿弥陀佛。这篇录音已经放完了，那么下面恭请尊贵的岳老师为我们开示怎么来学习，怎么来发愿。好，恭请岳老师。好，谢谢汪老师。刚才我们学的这段正好啊，时间哈。我的想法是我们每天学一段之后呢，如果有时间的话，我们不是都整理那个白话的发愿了吗？整理完之后就可以在我们现场的各位谁都可以报名的哈，人家带着大家把我们整理好的愿当众来发嘛，都是一个机会，当众发咯。那发完之后大家也听了，也随喜了就可以了。这就是需要我们把那个发的愿都要找出来，跟这每天所讲的对应起来，然后每天读的我们就可以发愿了。但是时间到了呀，后面有课吗？老师，后面没有法师的课，原定的是我们个人学习。那如果是师父这边，因为我做的刚好是一个小时，不知道后面的安排，就当时做了一个小时的时间。这样子要是上麦读是吗？对呀，我们当众去发愿，不是读。你要带着发愿来，把今天学的念。那我来贴文吧，那个愿我已经找到了，我来贴文。谁要上麦还是是后面的话，我今天做的时候我就做的留一点时间给大家来一起发愿，就不做一个小时的了，就稍微少一点。对，你不要做那么久了，做半个小时，然后半个小时我们就开始发愿。我们一边听一边发愿，到时候咱们就可以完美的种下去了。要不然你听完以后没时间了，我们又耽误别人的时间。好吗？那今天如果没有课，那你把那个贴一下，正好咱们就第一次没有准备好，占用一下别人的时间。那么后面我们就半个小时听，半个小时发愿，好吗？好的，后面，同学的话可以自己默默发，我来贴文，因为，发的谁发的信息太多的话，就把那个贴文给冲跑了，好吗？办法不好找。第一个就是我建议啊，您呢就是您来分享您的文档，大家这样看着读，这样就好。你就在那 PPT 上做出来不就行了吗？今天的对应的贴文好啊。好的。因为贴文这里太小了。好，就做到这里就好。今天开始我就直接做进直接在后面的话我直接做进来了。对应的哪一段的那个都多少条都给它贴到下面，然后谁报名就开始带着大家发愿，然后听的呢就随喜赞叹，正好我们都发了。好，我们也及时的再种一下。今天呢我就来分享文档吧，来分享文档谁。那个因为后面我不知道，我没有截到是读到哪里，谁上麦的话就看着时间，这看着那个内容来发言。行，我来分享文档。今天先这样子。
从1976开始，哪位来上麦的话可以上麦来读。好，惭愧，感恩岳老师，感恩亲的师兄，还感恩各位。好，那我先报名，我先来，就从1976这里，对吧？就这一条是不是？你再继续往下面还有。好，誓愿速速具足因缘和能力，得一切诸佛神力加护，得毗卢遮那如来愿力威神力加护，以清净智慧进入菩萨智光三昧，演说佛法，为令诸菩萨善根更增长更殊胜，为了令菩萨得清净无畏，为了让菩萨们具足无障碍的辩才，为了让菩萨们进入无障碍地，为了让菩萨住一切自大心，为了让菩萨成就无尽的善根，为了让菩萨满足无障碍的善法，为了让菩萨进入普门法界，为了让菩萨能展现一切佛的神力，前进念智不断，为了让菩萨得一切诸佛护持诸根，为了让菩萨以无量门广说众法，为了让菩萨能听闻佛法以后都能明白，还能做到不再忘记，为了摄护菩萨的一切善根，为了让菩萨究竟承办出世间助导法，为了不断一切自智，为了开发菩萨大愿，为了真实的解释真实义谛，为了让菩萨明明了了知道法界，为了让菩萨都能生欢喜，为了让菩萨修与一切佛相同的平等善根，为了护持一切如来种性，愿我及一切众生善于有能力，借助佛的威神力量，完美宣说菩萨十回向法，同时具足极大的欢喜信心，大勇猛精进力，不乱专一的念，将此誓愿固定成为自己的一部分，生成巧妙契合众生的根基，圆满慈悲喜舍救护一切众生，此愿等真如遍一切时空处发挥妙用。1977，誓愿速速具足因缘和能力，时刻得佛威神力量加持，常常参与每一场法会，常常见佛听闻佛法，善于赞叹思维观察佛的一切功德，速速成就如佛一样的功德，常得佛护念安住佛家，增益出世功德，得陀罗尼光明，进入无障碍佛法，让佛法大光明普遍照耀世法界，修集无过失清净法，安住广大智境界，得无障碍法光，同时具足极大的欢喜信心，大勇猛精进力，不乱专一的念，将此誓愿固定成为自己的一部分，生成巧妙契合众生根基的智慧，圆满慈悲喜舍救护一切众生，愿此愿等真如遍一切时空处发挥妙用。誓愿速速具足因缘和能力，具足善根力，能够进入菩萨智光三昧，得诸佛给予无量的智慧和无留碍辩才，给予分辨句子义理的善巧方便，给予无碍的法光明，给予如来平等身，给予无量差别清净音声，给予不可思议善观察三昧，给予不可举化一切善根回向智，给予观察一切法成就的善巧方便，给予一切处说一切法无断的辩才，同时具足极大的欢喜信心，大勇猛精进力，不乱专一的念，将此誓愿固定成为自己的一部分，生成巧妙契合众生的根基的智慧，圆满慈悲喜舍救护一切众生，此愿等真如遍一切时空处发挥妙用。
寺院速速具足因缘和能力，时刻得佛威神力量加持，常常参加每一场法会，常常见佛，听闻佛法，善于赞叹思维观察佛的一切功德，速速成就如佛一样的功德，具不可思议大愿，充满法界。这些大愿普遍有能力救护一切众生，常修学过去、未来、现在一切诸佛回向，救护一切众生离众生相回向、不坏回向等一切诸佛回向，至一切处回向、无尽功德藏回向、入一切平等善根回向等随顺一切众生回向、真如相回向、无复无着解脱回向、入法界无量回向，同时具足极大的欢喜信心，大勇猛精进力，不乱专一的念，将此誓愿固定成为自己的一部分，生成巧妙契合众生的根，生成巧妙契合众生根界的智慧，圆满慈悲喜舍救护一切众生，此愿等真如遍一切时空处发挥妙用。誓愿速速具足因缘和能力，修行布施到彼岸，清净戒律到彼岸，修忍辱波罗蜜，发起精进波罗蜜，进入禅波罗蜜，安住般若波罗蜜，大慈大悲大喜大舍等无量善根，同时具足极大的欢喜信心，大勇猛精进力，不乱专一的念，将此誓愿固定成为自己的一部分，生成巧妙契合众生根界的智慧，圆满慈悲喜舍救护一切众生，此愿等真如遍切时空处发挥妙用。誓愿速速具足因缘和能力，修集一切善根时，修集一切善根时，如此回向，愿此善根普遍能饶益一切众生，让这些众生都得以清净，让众生都得以究竟，让众生永远离开地狱、恶鬼、阎罗王等无量苦恼。同时具足极大的欢喜信心，大勇猛精进力，不乱专一的念，将此誓愿固定成为自己的一部分，生成巧妙契合众生根界的智慧，圆满慈悲喜舍救护一切众生，此愿等真如遍切时空发挥妙用。誓愿速速具足因缘和能力，修集一切善根时，如此回向，以此善根善为一切众生做房舍，由于我的存在，尽可能让众生免离一切苦事，愿为一切众生做保护，让所有众生解脱所有烦恼，愿为一切众生做归宿，让他们得以离开所有的部位，愿为一切众生做去向，让他们到达一切智，愿为一切众生做安，让众生得究竟安隐，为一切众生做明，让他们得智慧光明，除灭他们的痴暗，愿为一切众生做火炬，破除众生的一切无明黑暗，愿为一切众生做灯，让他们安住究竟清净之处，愿为一切众生做导师，引领众生进入真实佛法的义理和境界当中，愿为一切众生做大导师，给予众生无障碍的大智慧，愿平等饶益一切众生，让众生究竟能得一切智，同时具足极大欢喜信心，大勇猛精进力，不乱专一的念，将此誓愿固定成为自己的一部分，生成巧妙契合众生根界的智慧，圆满慈悲喜舍救护一切众生，此愿等真如遍切时空处发挥妙用。好，谢谢。嗯，